学姐，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学校？我睡着了。我也是。醒来之后，学校就没人。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不是人死了才贴的吗？查获该校，地下组织，天赋国家。 我们读书会出事，张老师也是读书会的。老师，继续升旗。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不就只是看几本书而已吗？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你是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？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真的还在学校里吗？